等等，再看那个人家的箱子被扔到哪里了。来了，哇，二姨真的是好厉害。是吧？他们老是在偷东西耶。他们抢东西、偷东西一起下。那你还回来一下，回来踹你一下门呢。刚刚他们那些东西。死人了，这边跑。现在人家关店。